哎，早上好。以前就上一节课，我不是在我爸爸的车库给你看我爸爸车库的里面的东西呢？里面有一个割草机，对吧？然后你可能在想，为什么有一个割草机呢？你看我后面有每一个，在英国每一个房子都有这么漂亮的花园。花园有什么吗？有草。然后每一个周末，星期天嘛，应该是星期天，每一个房子的，应该是男人吧，每一个房子的男人会出来用他们的那个车，哎呀，割草机把他们的草都剪掉了。这是我们英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爱好吧。我就给你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操场，超级漂亮了。